是内鬼，不对，我不是内鬼，也不对，我虽然不是内鬼，但我是内鬼。我虽然不是内鬼，但是我是内鬼这边的人。终于解释清楚了，真正的内鬼就在我们当中，不过他现在还没有给我传递信号。不着急，我们约定好了，待会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碰面。我们的暗号就是咪西咪西花不拉几，先假装完成任务，不能引起队友的怀疑。哎呀，又加多了，不小心就给加满了，直接帮船员完成了一个任务。不行，赶紧换地方，可不能被内鬼发现这是我完成的。再去看看其他的地方，这怎么都没有人了呀？不是说好了在这等我的吗？都不守信用。哎呀，不好，进度条只剩一点点了。不行不行，你给我停下，我拿大蒜轰你了哈。小心又完成一个任务。哎呀，不管了，这破机器咋这么好修啊？看我不拿头大蒜再把你熏坏。内鬼没有来找我，那就只能我自己去找内鬼了。医疗室没人，不在这儿啊。更衣室也没有人。哎，有人来了，咪西咪西花不拉几，如果我不咪西你就花不拉几。兄弟，你到底是不是啊？你这人竟然不怕大蒜，看来不是内鬼，小黄排除了。哎，完了，内鬼，你怎么把我给打了呀？不好意思，打错了。我那么认真做卧底，你，我害怕鬼，在鬼位上我分毫。不对，我不害怕内鬼，但内鬼让我遍体鳞伤。